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别人用推销红车的技巧，没有讲过一个什么样的红车开动，因为我那个动力那边话，他们早已经打到红车了，我们最强的那个打到，啊，那点红单也有种冲量的，就是人家冲量那边自己个出来，冲自己个，你把那个话用啥子，啊，拿红车有，啊，我你拿了滚火。在一个时间就是玩多了，对方不需要，然后飞机来可能不需要了，就飞了。还有个时间我如果航空的话，我又可以想动作，好正的。你哋而家要学嘅就系喺呢刹那你搵搵到呢个能力。你考试好简单嘅，大家喺度，你一个位置里面你搵到啲咩嘢，你搵到入去，好飞好飞，系嘛？好乱噶。我衝入去，我有衝啊！我有緊啊！我打完，我先做翻個殘身，嘢又好靚啊！長腿打完，好啦，做咩？喺個時間我入去嘅時間，我呢條線裏邊，我做咗啲咩球先係自己嘅標誌度學得，你自己入嘅時間用針邊揾到個開口，又開到個中心位，你就係好順間。因為考試就得你兩種噶啦，呢樣嘢大啲咩 ？OK， 係嘛？喺呢度時間你係大家喺度抗衡緊嘅，咁如果咧我突然間用力咁大，我咪輸咗部機咯，係嘛？如果我喺呢個位置揾到個空間，其實條正線喺度，我成日話呢條正線唔得，係因為要揾佢放鬆咗嚟用翻，所以而家要求你喺度自己揣摩佢，觸覺。Go.